是遗憾，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，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，把星子放入眸。烟灰照剑戟真我，在你教我说，待到烟火照夜半时，准备庆祝，心有所住。有人说他8月6号的线上演唱会不够完美，有失水准。我想说，你说的对，1个半小时13首歌，还有一点达拉崩巴和等着我的清唱中把那个少年永远留住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好，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说今天会唱达拉崩巴吗？他儿子特别喜欢。哇，不会。但是为了小朋友，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清唱几句，好吧？对于歌手来说，词儿啊，我想想哈，清唱几句应该是不用到侵版权，我觉得，国王非常高兴，忙问他的姓名，一位勇者赶来大声喊，陛下，我叫达拉崩巴班德贝利布多比鲁翁。再说一次，达拉崩巴班德贝利布多比鲁翁。好好好了，就到这里了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好像我能给你们什么，我能给你们优美的歌声。好了，两句，等着我，周深，以后一定去看你的演唱会哦。你们也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努力的去到你们的家乡，去到你们的身边，想到你身边。哎，而且刚才等着我也是我的一首歌哦。我要找到你，多少年不管，无论你会在世界哪一端，你要等着我。拨开了云海，到你的身边来，不离开。他说：“哎，啊，都是天赋来的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好了，然后，好好好，很开心，我可以看到你们。哎，我看到有人打歌名了，谢谢你们。与以往的演绎均有些许的改变和不同。”蹦蹦跳跳嗨起来的带我去找夜生活，坚定刚毅又圣洁无比的 Rubia， 纯洁梦幻的不想睡，空灵震撼的大鱼，中间又哭又笑的聊天串场，不知道有多少粉丝在尖叫大笑表白调侃。他犹如从森林中走出来的精灵，开口就点亮了世界。不怕你又何必在意，Life will be easier when it's already这样的情绪丝毫没有影响到他歌唱的稳定，但毕竟是带着卡布来的，而卡布的防伪标志就是忘词改词。于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唱，在演唱触不可及时唱错了词。有人对这场线上音乐会表示失望，说周深的演唱有失水准，甚至逐条列出了问题。首先，我不否认这种说法，毕竟我自己带着比较重的粉丝滤镜，所想所感所说可能有失偏颇。其次，有失误才是完美，毕竟周深是人，不是真的 AI， 不是真的唱歌机器。连续13首歌还要自己 Q 流程，自己串场，自己活跃气氛，输出自己的观点，兼职太多，身体和嗓子得不到一刻停歇，所以疲惫紧张是必然的。再加之受限于场地设备等影响，从而有一些失误和瑕疵也是正常的。如果我就是绝对，如果清醒始终在，就让爱情蔓延，承载那个
周深所说，请降低对我的期待，这种不完美的完美在如今的娱乐圈实属难得。试问当下敢在媒体面前不惧怕展示真实的不完美自己的，敢袒露自己的不安、害怕、紧张，敢能敞开心扉放声歌唱，又能让你跟着哭、跟着笑、跟着闹的歌手有几个呢？请珍惜这份难得真实和幸福吧。其实这种不完美真的让人很是喜欢，从一开始紧张到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不停唱歌缓解紧张的样子，一直碎碎念缓解尴尬的样子，适应之后游刃有余的样子，熟读眼睛微红甚至哽咽的样子，这一切都是周深真实的样子，都是粉丝最喜欢的样子。如果你就是抱着寻找失误、瑕疵、车祸来的，以此去黑、去炫耀，那我也谢谢你贡献了一份观看量。我们喜欢周深，但也知道他不是完美的，喜欢听他唱歌，感受他通过歌曲传递出的情绪、美好和慰藉，喜欢看他的采访、综艺，感受他传递出的努力、坚持、执着、快乐和治愈。周深天籁般的嗓音一出场便惊艳了所有人，他的歌声里有着万千世界，唱出了许多故事，也唱出了青春里奋斗的模样。周深唱着自己喜欢的歌，踏实地走着自己的音乐之路。最后说个不太好的消息，奔跑吧收官了，开始推理吧也收官了，下个直播可能要等到929，下个常驻综艺还不确定，米子们的快乐又要减少了。哈利波特急得扫帚飞， Sorry 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梦已醒来，梦已醒来，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，他唱着他想你故事，你要结婚了，幸好不是我，咱们就是 family， 又一哭见面一滴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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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